新春期间，美国佛州光明寺准备了福满人间走春活动。光明寺住持如缘法师为大家发放三好红包与象征平安的苹果，外国人也欢喜来领取。大家在广场树上别上了星云大师100条对治烦恼的法门红色签诗，小朋友们直圈圈，不亦乐乎。还有美食佳肴，肚子饿了都可以一饱口福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所以今天就以大师啊，新年给我们的鼓励，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。活动现场也有外国朋友担任义工导览，并尝试星云大师春联墨宝拓印，充满新鲜感。中国年成了不分文化国籍，人人皆可彼此祝福的共荣欢喜的好日子。人间卫视美国奥兰多综合报道。